为着要照顾偏乡国小的学生，救国团南投县团委会就来结合企业以及善心团体，在国姓乡举办关怀偏乡小学课后点心公益活动。再去在白山国小来举办关键仪式，这次总共募到17箱的饼和点心，希望讲送给将来10间国小的学生来享用。救国团南投县团委会、张金銮文化艺术基金会，还有善心的食品企业，这次炸来17箱的课后点心，提供偏乡的小朋友享用。那这个活动其实已经持续一年了，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南投的偏乡，包括我们的鹿谷啦、竹山啦、中寮啦等等，我们大概都已经自送完毕。那今天正好我们轮流到了国姓乡，那今天要自送国姓乡的10个国小跟1个国中啊，也谢谢我们国姓乡团委会这边来做一个协助，还有国姓公所的一个协助。这次关怀偏乡小学的公益活动，在北山国小举办关山的仪式。北山国小校长陈桂珍利用这次机会，教育小朋友未来那大汉，事业有成一定要回馈乡里。之前校长也常常跟小朋友讲说，当你们很努力，以后有成就的时候，自己有能力，要回馈乡里，回馈社会，回馈母校，对不对？那当张董事长呢，他就做到了很默默的形象。当他的公司有了成就，他把他的能力回馈给社会。国姓乡有真侪家长拢爱做山做园，暑假期间日时头无闲来照顾囡仔，拢送到学校来参加夏令营活动。对救国团甲善心企业的帮助，乡长真感谢。特别要感谢哈南投县救国团李湘梅总干事，还有北田食品公司张博元董事长，还有张金銮文化基金会。捐赠我们这一次很健康的一个卷酥饼。因为国家爱心和关怀，这次接受帮助的学校校长还有苏兴都很感谢，校方也特别颁发感谢状，感谢社会的善意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